鬼？系咩话？大灵山咩事啊？系明白，收到。我问你咩事啊？大灵山之前交代我，要安全咁送你嚟咗香港，其他嘅事我哋会处理。系咪爹哋出咗事啊？冇啊！仲想骂我？停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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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啊！冷静啲啊！停车！危险！细仔，你咁样好危险啊！爹哋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喺入边俾人吉伤咗，仲昏迷紧，我已经将佢送咗医院噶啦。系我八婆。你唔好再咁任性啦，我仲要警察。女啊，啲汤饮晒未啊？我知道你唔中意嗰阵药材味噶啦，不过有益啊。你饮完咧，我个孙咧就快高长大，肥肥白白。托 B 系咁辛苦噶啦，你休息下先啦。多谢爸。子轩，这个时间你应该睡着了啦。我昨晚打个电话俾你啊，但你冇听，去咗边度玩啊？你起身记住打翻电话俾我啊，我好挂住你啊。记得唔好食咁多热气嘢，要饮多啲水，知唔知啊？Alex 到咗机场啦 ，Rachel， 我唔知点算啊！发生咩事啊？爹哋出咗事，唔知救唔救得翻？系个顾晴天害佢，系个八婆害佢啊！你冷静啲先，你而家喺边啊？我要对冧个八婆，我知佢住边嘅，我要佢死啊 ！Alex。硬系觉得件事唔系咁简单，你咪话单案解决得太顺利嘅，我都觉得系。究竟系个老嘢做啊，定系要帮佢废柴仔顶罪啊？放心啦，单案我会继续查落去噶啦。我有同个客讲个电话先。哦，咁我喺前面交代。明振星，喂，差官，我而家唔得闲听你电话，有咩就嚟。点啊，金卓星？你哋想点啊？快啲放人啊！我已经报咗警噶啦，晴天有咩事一定为你市民。你讲咩啊？边个捉咗晴天啊？Rachel，Alex， 你终于肯听我电话啦！你听我讲，唔好立乱嚟啊！我捉咗顾晴天。你而家喺边啊？我而家过嚟揾你。我唔知啊，我见到路人行龙虾湾。OK， 我而家过嚟揾你啊。我爹哋冇我呢个仔，佢就唔会受咁多苦。系个顾晴天害佢，系我八婆害死佢啊！死嘅唔应该系我爹哋，应该系顾晴天。我唔信佢次次都咁大命，我要佢死。Alex。
Alex， 你唔好亂嚟啊！你冷靜啲啦。Alex， 停手啊！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，你喺度啊 ！Alex， 你唔好亂嚟啊！冷靜啲啊，聽我講啦。Alex， 你應下我啦。Alex， 你點啊？你有冇事啊 ，Alex？ 顾晴天，出嚟啊！大记者，你喺边啊？你做咩要翻嚟害死我爹哋？你一刀死咗咪好咯！而家我爹哋出咗事，我要你见尸体。害死你爹哋嘅唔系我啊，系你啊！小敏嘅事根本唔系你爹哋做嘅，系你嘅，系你做。你仲有方法可以帮你爹哋噶？边方啊？陷入太古之手啊！小敏是我整死的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Cheers. Cheers. 死咗啊！点算啊？俾爹哋知道我死啦！冷静啲，唔好同人讲，我嚟先啊！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